圣的君王，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。他成功的救赎，带领众子民在荣耀中显现。万有都在他的手中，他以神圣的智慧和能力建造并坚固了西安，坚固了西安。他以威严审判这罪恶的世界，审判了万国万民，地海和其中的货物，以及那些喝醉了审判。神必向他们发怒，显明神的威严，立刻审判不再待言，立刻审判不再待言。烈怒之火必烧尽他们的弥天大罪，祸患必随时临到，难以逃脱，无处藏身，哀哭切齿，自取灭亡。那些得胜的神的爱子必留在西安，永不从那里出去，永不从那里出去。万民都倾听他的声音，留心他的举动，赞美的声音永不止息，永不止息。开始，万民都倾听他的声音。